要迟到了，没有时间了啦，就穿这件就好了，差不多准备好了。好了，我……哈，这是在开玩笑吗？得换一件衣服才行。等等，我可不想把今天上衣也毁了啊！我有一个主意了，把这个套在头上，然后再把衣服拉下来，这样就不会碰到我的妆了。大功告成，看起来超赞，感觉更棒，我真是个天才。不过还是迟到了，赶快出门吧。好兴奋哦，我要来试这个新造型，只是全都在这里，能出什么问题呢？看起来超简单的，赶快开始吧。先拿出我的眼线笔。好啊，先从眼角这边开始。来吧。哎呦，我的眼睛啊，好极了，我看起来像个黑道一样。哦不，我的裙子也没有很难嘛。天哪，我做了什么好事啊，得擦掉才行。哦，还好没有人看到刚刚的妆，现在看起来像一只熊猫啊，真是太紧张了，我不画了啦，不能冒这个险，我永远都不会有这美丽的眼妆了。现在连梳子都卡住了，为什么这种事总发生在我身上呢？等一下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，答案就是这把梳子啊。我的眼线笔在哪？用笔在梳齿上涂一涂，涂满梳齿的尖端，像这样应该可以了。现在把它印在眼角侧边，祝我好运吧。轻轻按下去，现在换个角度再来一次，然后把这些点点连在一起，小心慢慢来哦。另外一只眼睛也是一样，好像可以了。哇哦，看起来真棒，真是难以置信，超喜欢的，迫不及待给大家看了。哦，外面真的好冷哦，真不敢相信我忘了带雨伞，全身都湿透了，拍一拍就好了。啊，这样好多了。哦，这是在开玩笑吗？还是先拿书好了。哦，真是的，原来一直都在这里吗？真的超讨厌的。现在拿伞是不是太晚了一点啊？哦，今天真衰，什么鬼啊？为什么全世界都跟我过不去啊？还能再倒霉一点吗？算了，反正我不喜欢这裙子，但我还是需要穿点什么啊。我知道该怎么做了，而且我很喜欢这个颜色呢，应该行得通，来试试看吧。首先把框架移除，只剩下布料就好，现在把它拉成一个三角形，这个部分需要用剪刀剪掉尖头的部分，那可以扔进垃圾桶了。好啊，现在把伞打开，目前为止都不错哦，开始看起来像条裙子了。在开口的地方粘上一条缎带，我用了淡粉红色的缎带。好了，可以来试穿了。哇哦，看起来真棒，又别致又时尚。这把雨伞果然还是有用的，真是开心。现在可以去上课了。啊，终于回到家了，赶快来欣赏一下我的裙子。哇哦，真的是太漂亮了，真不敢相信是我做的。等一下，好像有点不太对劲，我不喜欢这件上衣，得换一件才行。该穿什么呢？这个不行，这也不行，才不要呢，这些衣服我全都不喜欢。哦，我该怎么办呢？啊，有讯息，他要见面吗？糟了，我需要找人帮忙才行，情况紧急啊，赶快来叫我，快一点啊。我立马就赶过来了，发生什么事啊？等一下，你手上拿的什么？是我的娃娃啦，真可爱。不管了啦，你看我的上衣，我还得去约会呢。嗯，这的确有点麻烦，麻烦是一场灾难吧？你先冷静一下啦，我需要思考。有了，这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的。Yeah， 就是他了，交给我吧，一切都在掌控中。先把上衣放在桌子上，然后就可以发挥创意了。先画出一个爱心，然后把娃娃的包包拿过来。我需要胶水，一定要超级黏的胶水哦，这样应该够了。把包包贴在心形的轮廓上。现在我需要更多包包，还好我的娃娃有一大堆包包，继续把它们贴到衣服上面。最后一个了，我得给 Lexi 看看。哇，真的太棒了！哇，
我就是要这个，你最棒了 Annie。 哦，他打给我了。嗨，小甜心，我在路上了，玩得开心。我刷新鞋子，我有一个好主意了，把胶带贴在鞋子上，遮住脚趾的部分。谁需要买鞋子呢？嗯，有点不太对劲啊。我知道了，我需要去冰箱里找东西，我就是在找这个，这会解决所有问题的。美味又好吃的起司。等等，不能吃，它有更重要的任务，这肯定能把鞋子带到新的水平。先挖出起司，我只需要这层皮，它的颜色真是完美。先裁出一个小方块，然后切掉中间的部分，小心慢慢来，一定要完美才行，这正是我想要的。现在把它粘在鞋子上，好一个扣环配饰。哇哦，真是时尚。但我要穿什么呢？先拿些卫生纸。嗯，会需要很多张，应该可以了。把它们折起来，然后放到我的肩带下，另外一边也一样。接着我需要一个枕头套，还好刚刚洗过，现在要来修改一下，这还差不多，大小非常适合呢。但我还没有做完呢，这条腰带与我的鞋子超搭的，配件真的很重要。哦，差点忘了，我的眼镜，最后加上这个，我想我准备好了，真的很好玩，而且我穿这套衣服美翻了。按赞并订阅，看更多精彩影片。恐怖季节即将到来，我们知道你想拿出最佳扮相或最恐怖造型，我们有一些惊吓妙点子，保证会引起尖叫，所以小心你的怪诞妆容，是时候打点万圣节恐怖造型妆了。你和肯尼真是金童玉女，你们超登对。什么？他居然劈腿？我不相信。你有证明？我们需要仔细看看。哈，我有望远镜，看到了什么了吗？等一下，在那边是肯尼和另一个娃娃。你看他，他怎么能这样对你？我不相信，我好生气。啊，有人打给我，不知道会是谁。嘿，美女，你要去派对吗？当然好，记得穿上恐怖的打扮哦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那里见喽，拜。我彻底忘记那场派对，我要穿什么好呢？等一下，我想我知道了，你会喜欢的。你跟我一起来，肯尼，你至少值得这样。我们来吧。首先，我需要把头发绑后面，别让它成为阻碍。好，简单的部分完成了。我需要一些粘土，我要把它塑造成圆形，然后按在我的额头上。我要把边缘压平，要创造中空区块，就像这样。再来就需要肯尼的头，把这个放进造型粘土。接下来我需要棉花，把它弄皱放在眼睛上，再用化妆胶和塑胶固定。之后把肯尼的手臂放在上面，我可以用更多粘土固定他的其他手臂和腿，做法一样。我要塑造这块粘土，然后等它固化。现在我需要脸部彩绘，帮造型粘土上色。我需要使用自然色，希望这能配合我的肤色。我要确保肯尼的身体部件都上色了，看起来不错，但还没有好。我要在肯尼的头周围用红色颜料，希望它看起来跟血一样。粘土底部周围用浅一点的红色，让它看起来更像淤青。在腿部重复这个动作，手臂也要，看起来很棒。现在进行最后修饰，我要添加假血，这会让它更耀眼，而且更写实。我想就这样了。我知道肯尼会很有用，可惜他没有人可以一起开趴。懂了吗？哈，哎呦，别难过，肯尼，没人敢招惹我的娃娃。嘿嘿，我说真的。我准备好去玩乐了，我需要这个。哦，还有一件事，这个必须去掉。再见，别等我，今晚会是漫漫长夜。这是我最爱的书，至少我能把它粘回去，这有种让人平静的感觉。也许我该摧毁更多书。我去讨糖果回来了。
来看我拿到了什么。没有很多，就这样。大家有时候很小气，你有看到吗？你也是可以努力一点。你那什么意思？你服装蛮普通的，没有让人惊艳的效果。你看看，你本来又是什么？一尾美人鱼，难道不明显吗？你能帮我吗？拜托，来嘛，拜托了。你不打算放过我，对吧？等一下，我有个主意，我们可以用粘胶。你感觉还好吗？哦，你在做什么？感觉怪怪的。我要在你的眉毛周围涂上粘胶，再把粘土粘回去。我要把它排列的完美无缺。我要用彩妆调色刀把它抹平。我想把它弄平，打造出自然曲线，但我不想把它完全压扁。我想在后面保留几状。现在来到棘手的部分了，我想在上面加一些小细节，用调色刀从粘土切出小块，我要从中清除小弧形。哇哦，看起来肯定赞，这样好刺激哦。现在呢，帮粘土上色，和我的头发搭配。我们来加快速度，看起来不错吧？不过还需要对比，所以我才用白色化妆品，这真的会从蓝色脱颖而出。别忘了我的眼睛哦，我知道我在做什么。这个要用黑色的眼线笔来画，我要把它画过你的眼皮，然后用刷子混合，下眼皮的做法也一样，一点也别漏掉。哇哦，我超爱！但我们应该能做的更多。你了得，用刷子把化妆品弹在你脸上。我打算用更深的蓝色来做，这会有喷溅效果。然后我会在粘土边缘加金色。哇哦，看起来像珊瑚。接下来帮你画口红，我们要保持简单，而且要搭配眼妆，这样真的会凸显嘴唇。哇哦，真太棒了！我们可以把海星放在另一只眼睛上，很完美。哇哦，但还有一件事，我需要头冠。现在我准备好了。你没见过这样的美人鱼，我觉得自己光鲜亮丽，这比我想象的还要好。我好快乐，我等不及要炫耀了，我一定会引起轰动。啊，终于可以放松了。啊，哦嘿 ，Lexi， 不给糖吃导弹很成功哎，我拿到很多糖果。你看看这全部都是我最喜欢的，真高兴，我爱吃甜的。我只是高兴帮得上忙，我都感动起来了。谢谢 Olivia， 没有你我是做不到的。就是今天喽 ，Justin 的万圣节派对。那我该穿什么呢？啊，我知道，我想要让人惊艳，再吓倒几个人。我要先从眼影开始，在我眼皮周围少量涂抹，然后拿一支化妆刷，用这个来混合。我想要创造出烟熏妆的效果，就像这样，就会凸显我的眼睛。我觉得这样就行了。现在我要用红色眼影，把这个涂在眼皮上方，这样会很引人注目。另一只眼睛的做法一样，然后我要加眼线，用它来打造垂直线。我要像这样往下刷，不过还会变得更加邪恶哦。再来要处理我的睫毛，弹一下睫毛膏，然后该轮到嘴唇了。我要选择深红色，我喜欢这个颜色，一定会吸引注意的。我就是想要这样。有趣的部分来喽，快过来啊，小熊。哈，你好柔软又可爱。再见。该进行手术了。没事的，我很专业，我以前就做过。首先我会剪掉你的小腿，你不会有感觉的。再把你的手臂拿掉，这一切很快就结束了，我保证。但我还想要一样东西，你的头。你没觉得我会让你保留吧，小笨熊？感觉真好。我不需要你的身体，现在我得把你缝合，从你的头开始。没有很糟，对吧？我要把这个洞封起来，我得确保线有绑好绑紧。我可不希望它裂开，然后把填充物拉出来。我希望它凸出来。我服装快准备好了，配对时间到，我等不及要看大家的反应了。哦，你想看吗？你觉得嘞？小熊抱抱最赞了，我们待会见。哦，那可不行。哎呀，不会吧？星期三无聊，不，我不能当乌龟。
已经这时候了，我没时间搞这个，我得找一套服装。等一下，就是这样，我甚至还有巧克力和条纹上衣，这就好像是命中注定的。我们来吧。首先我需要点心，巧克力永远吃不腻。嗯，真好吃，我还要。有注意到不同之处吗？我最好帮嘴唇上色，我要用巧克力色。我是说，这选择显而易见。嗯，这让我觉得饿了。嗯，现在我要上腮红，我真的想强调我的颧骨，稍微用一下修容就行了。我喜欢。点心时间，我可以习惯这样子。嗯，这让我有个想法，我要在额头画一条线，把它画得歪歪扭扭。你马上就懂原因了。现在要用棕色的化妆品，我要涂在头顶上，现在把它涂满，希望像是巧克力从头上滴下来的样子。我只要确保不要超线。下一部分让我期待已久，用巧克力填满注射器，把这个挤在我头上。嗯，闻起来好香。我要让它留下脸庞，在嘴唇周围抹一些。我想我准备好了。这套装扮真美味，而且制作过程真的很有趣，我会成为派对焦点，蛮高超的，对吧？这太棒了。哦，还剩下一些巧克力，我就不客气了，该走了。哇哦，真的好多糖果。等一下，有点不太对劲，巧克力在哪里？真是令人失望。等一下，我知道了。哦，对，我全吃完了，这也太讨厌了。虽然不全是坏事，我直接吃造型装就好了，这样真的好实用。我好期待哦。嗯，这是好东西，我停不下来。嗯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你永远不会批判我。 Lexi， 不给糖吃捣蛋的时间到了。小甜心怎么了？你看我长痘痘了，我不能这样出去。哎呦，我想我可以解决。你认真的吗？别担心。妈，我就知道你挺我。我完全知道该怎么做。首先我们得遮住痘痘，我要把化妆品刷在上面，之后用棉花棒涂美妆胶，在你鼻子两侧各画一条线，就像这样。然后需要纸巾，把它撕成条压在粘胶上，把它拍一拍，另一边的做法一样。现在要在它上面涂更多胶，这样会把它固定。现在我能用化妆品遮蔽了，我要把纸巾盖过去。我要用浅色的，这得搭配你的肤色。然后我要填补中间这部分，要使用深红色。我会在你鼻子两侧用一点红色，然后再用海绵拍上假血。哇哦，这实在太可怕了。我会在你鼻孔周围加上假血，再把订书针横跨鼻子粘上去。哇哦，该换装了。有够血腥的，真的很恐怖，我就是想要这样，大家一定会很怕。我想听他们尖叫。 Roar！ 啊，那是门铃吗？你看起来很恐怖，不过是好的啦。你是最棒的妈妈，我跟自己保证过不哭的。好，按赞并订阅看更多精彩影片。哦，终于放学回家了，谢天谢地。嘿，我看起来还不错嘛，不过得来补个妆才行。哦，糟糕，嘿，当然得把眼镜脱掉才行，来重新涂上粉底吧。好，应该够了，现在是睫毛膏，要把睫毛涂满涂好。糟了，弄到眼皮了。没事的。好了，看起来还不错，我画的真不赖，这个粉色的唇膏根本就是我最爱的色调，肯定看起来超赞的，我很喜欢呢。哦 ，Wendy， 你回来了，你在那边做什么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在化妆啊。让我看看你的妆吧。呀，我刚刚超需要补妆的。娃娃，娃娃，我的天哪，你没事吧？来，让我帮你站起来吧。怎么了？你怎么会这样晕过去啊？你为什么化妆啊？哦，我没告诉你吗？你看这个，是一张时装秀的海报呢。时装秀。我明白了，如果你想参加，就让我来帮你吧，跟我来。坐在这沙发上。什么？我得重新弄一下你的妆，可是我已经花了很多时间了。
好了好了，就照你所说的把妆通通擦掉吧。没错，别忘了口红也要擦哦。做得好 ，Wendy。现在让我把化妆箱拿出来。哇哦，真的假的？你从哪里找来这么大的箱子啊？这是我收纳化妆品和工具的地方。你看，把液体粉底挤在洗颜器上，你看它转得多快，超快的说。好了，应该够了。现在让它把粉底涂在你的脸上吧。哇哦，感觉又软又舒服，完全意想不到呢。好了，你的皮肤现在完美无瑕了，超赞的。你的盒子里还有什么涂睫毛的吗？哇哦，你有磁吸式假睫毛哎，正确无误，根本不需要涂睫毛膏。别动，让我帮你把假睫毛贴上。我看起来如何？我猜肯定不错。哦，还有嘴唇。好啊，时间应该够了。我看起来如何？看起来超棒的，这个颜色在你身上真是令人惊艳。不过你还得换这套衣服。好啊，来换吧。娃娃，你的时尚感还真不错，这一身装扮超赞的。哦，你看，我们穿的差不多呢。好啊，我们走吧。哦，现在到了现场，我超紧张的。你知道吗？我还是不进去了，我实在太紧张了。没事的，深呼吸，你做得很好啊。糟糕，不好意思，真是抱歉，我是来参加服装秀的。哇哦，他看起来很棒呢。嗨，哇哦，你看起来真棒，我喜欢你的上衣，就知道这会行得通。放心，我们又再次成为朋友，我们得赶快开始了。首先是发型。好哦，但我的发型有问题吗？该怎么弄呢？等等，我知道了，你得帮我才行，拜托拜托拜托嘛，你会帮我吗？就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的。来吧来吧，马上就会来了。哇哦，我回来了。嘿，真高兴见到你，你还好吗？我需要独角兽的头发，但不知道从哪里开始，让我看看。交给我吧，头发是我的专长，坐下吧。等等，你确定吗？超晕的。啊，我们在哪里啊？我们会需要这个发带，把你的头发绑在头顶。现在要来增加高度，把头发从锥形物中拉出来，然后把它固定好。到目前为止一切都不错哦。在上面绕更多头发，还需要更多发圈。来加点颜色吧，你一定会喜欢的，根本就是头发大改造。现在把它固定在这边，你自己看。哇，真漂亮哎！我还没有完成呢，后面也需要弄一下。好的独角兽都需要一条尾巴，所以你当然一定也要有一个了。把这个固定在马尾上，应该是说独角兽的尾巴。把假发穿过去，进行得很顺利哦。现在要把它编成辫子，这些发带能将头发固定好，这样才不会松开。快绑好了，再加一点装饰就好了。独角兽永远不嫌多嘛，他们根本就是画龙点睛，整条辫子都可以加一点。但头上的角就该来点特别的东西，角上要加点宝石，它会让你闪闪发光。头发上再涂上亮粉，这样看起来就更梦幻了。我就像艺术家一样，我的工作已完成了，再见了。哦，但是哇，看看我的头发，真是太棒了！谁需要去美容院呢？超爱的啦！好了，头发的部分搞定了，可以把它从清单中删掉了。我真的很满意这个头发。谢谢你，独角兽朋友。赶快去上学吧，我可不想要迟到。所有的书都带齐了，可以走了。哦，慢着点，你是不是忘了什么？你需要独角兽化妆啊？你在说什么？我已经化好妆了。你有吗？看看镜子里的自己。你说了算。你会需要这些的。哦，还有这个。我能用的就是这些了，我还有更好的东西呢。什么鬼？他是怎么做到的？这是独角兽的秘密。没有眼镜我看不清楚了。安静，我正在创作杰作呢，人们会世世代代谈论我的作品的，或是几天，但无所谓。我需要一支新的画笔，这真的好小啊，不过也只能这样了。或许并没有那么糟糕，来让嘴唇更加立体一点吧。先从唇笔开始，然后涂上唇膏。看起来真棒。哦，你还没有见识到我的厉害呢。你看这个，别动啊，你会像星星一样闪耀。
真的超嫉妒的，这些在我身上一定看起来很棒。他们现在是我的了，真是太棒了，你做得真好，我们回家去吧。哇哦，今天真是我的幸运日哎，清单上可以划掉另一件事了。我得走了。我们进行的如何了？首先是头发，看起来很棒啊，这部分没问题了。接下来是化妆，对，都在那里。我真是个天才。还有最后一件事，翅膀，可是我没有，或许可以拿你的。不可能给你了，但我有个主意了。我们需要来购物，这家商店应有尽有，超赞的点子，但我只剩下这些了，一点也不感到意外。稍等一下，正在构思一个计划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我需要借用这个，轻松又简单。住手，值班小偷！所以是这样啊，放手啦！你还真是强壮，我需要它了，给我，这是我的。呜呼，胜利！好吧，那我跟你买好了。你说什么？让我看看。交易成功，简直完美。跟你的翅膀打声招呼。那只是一张纸板。相信我，我需要一支铅笔，把翅膀的形状勾勒出来。小心慢慢来，真希望这是有史以来最好的翅膀。好吧，我的之后。现在在轮廓上铺上金属线，然后把它固定好。我会重新做一遍，我会将所有东西连接在一起。接下来把它放在这块塑胶纸上，在顶部加上另一张纸，用毛巾盖住它，然后会用熨斗烫一下，需要热一点啊，应该可以了，看起来不错嘛，这正是我需要的。哇哦，这些肯定会很棒，但是我需要把它们剪下来，沿着塑胶纸的线剪，剪掉多余的乙烯基塑胶，我很喜欢这个，它就像一个艺术项目。接下来我需要一支笔，为了这个来添加细节，这里有几条弯弯曲曲的线，另一个在那里，差不多完成了。我不再需要这个了，你的翅膀已经准备好了，我知道它们真的很棒。哇哦，你自己做的吗？我在这方面很有天赋吧，试试看吧。它们真完美，太赞了。但我还有一件事，这才像话嘛，我看起来真棒，可以把这个从清单上划掉了，全部搞定了，我终于成为一只独角兽了，击个掌吧。不知道这次会是什么。哇，你看看，好多口红哦，这个太棒了，我只拿到巧克力。哇，我觉得自己好幸运，我要从这个开始，这把汤匙得当我的镜子。哇，这个颜色不错，真的凸显我的嘴唇，你不觉得吗？你是故意这样做的吗？什么啊，你不喜欢吗？你需要看看这个。对，这样子不好看。我该拿这些怎么办？我有个主意，我要把糖粒倒在盘子上，然后需要吹风机，我想把巧克力融化，这不用花很久。浓稠度适中，应该可以了。有趣的部分来了，我要把嘴唇压进巧克力。哇哦，味道不错，然后再压在糖粒上，用它包覆嘴唇，来瞧瞧吧。你说什么？哇哦，对，我懂，我得思考一下。等等，我知道了，我只需要吸尘器。不，别这样做，你阻止不了我的，别管啦，交出来。成功了吗？哇，适合我吗？看起来很完美。哦，呵呵，又到了大改造时间了，你以为自己逃过一劫了吗？我可是每一秒都不亦乐乎，和你的金发说拜拜吧。你看起来好多了，不过我还没弄完呢，可能会有点痛。好，谁打给我？这时机还真是糟糕，人家正忙着呢。 Hello， 棺材大拍卖，我马上过来。真的好险。 Hey Kevin， 你看这个，我们赶快逃走吧，我先帮你把风，换我了。感觉有变化吗？味道超恶的，说你确定会有用吗？等一下，马上就会有用了。哇，真的有用吗？
哇哦，我好像一个巨人啊！快走吧，趁他回来之前。在这里应该安全了。哇、哦，跑两步都喘。你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哎，你是个光头哎。等等，我的头发，我美丽的头发。哦不，这不会是真的吧？没有了，一根都没有了。我知道怎么补救了。哦，我这是在骗谁啊？我看起来超丑的。哦，别难过啦，没事的，亲爱的，你等我一下啊，肯定有什么可以用的。嘿，我找到一顶帽子呢，很适合你啊，这样光线就不会在你发亮的头皮上反射了。我不确定哎。好啊，那试试看别的好了。嗯？不，不行啦。哇哦，还真是难搞哎。等一下。我觉得自己美呆了，风吹过发髻的感觉真好。我真该去拍洗发精广告的。那个给我戴会很好看呢。哦，对哈，当然当然，我超爱金发的。看起来怎么样？哇哦！哦，真的吗？你的脸有点脏哎。是吗？我帮你擦吧。哦，真是讨厌。别再抱怨了。好了，和新的一样。我不确定哎，总觉得还是脏脏的，真该去做个 SPA。我的皮肤一点光泽也没有。你以为自己是天后吗？不过我好像有东西可以给你用。你看这个，这是面膜嘛？比面膜还厉害，这是我完美肌肤的秘诀。让我帮你涂吧。哦，好舒服，要是能做个指甲就更完美了。你想的倒挺美的。现在来，好玩的部分来了。这个吸铁可以把面膜吸起来哦，脏东西也会连根拔起，像变魔术一样。哇哦，真的很酷哎，我等一下看起来一定超赞的。不用把它洗掉哦，让吸铁慢慢生根就好。怎么以前都不知道有这种好东西啊？好痒啊，我喜欢。哇哦，皮肤白里透红的，真谢谢你。别谢我，谢谢这吸铁吧。我又变美了。你得洗衣服了。哈，你在说什么啊？哦不，还真不能见人，擦不掉呢。等等，我知道该怎么办了，等我一下啊。这个颜色挺适合你的，你觉得如何？这是床单哎。你是这么觉得？这样有比较好吗？我们的时尚触觉好像不太一样，我不能穿这个了。啊，得稍微改一下。啊哈，啊，好啊。哇，你的头还真大，先在这边画一条线，然后剪几刀，记得别乱动啊。好了，修改好了，真是漂亮哎。哇，你真是个天才哎，真不敢相信这是你做的。这短裤套装也太可爱了，以后的造型就交给你了。为什么那样看着我啊？我们得弄一弄你的头发，还好我有带梳子。哦，好舒服啊，看起来帅呆了。你还真有两把刷子呢。啊，我的肚子在咕噜叫呢。对啊，我也蛮饿的，我们得吃点东西，可是我们没有钱。等等，我知道了，跟我来。我跟着你啊。我们在找什么？在那边，你看。什么？那是什么？对，我刚到，我马上就进来。我们的机会来了。嘿，先生。我们可以帮你洗车吗？好了好了，不过一定要一尘不染啊。来吧，我这边有水。这个主意真是棒，我们马上就发达了。想想我们可以买多少食物，要洗干净一点，他可能会给小费嘛。哇，真超酷的。虽然很辛苦，但绝对值得。哇，这么快就洗好了，你一定会满意的。来吧。这是你们的，就这样啊？不，要五张。好吧，虽然有点贵，但你们做的挺好的。不是五块钱啊。好吧。你们确定吗？真高兴为您服务。呵呵，其实还是算了。真奇怪，我们真中大奖了。该先买什么呢？好多选择，我也不知道，真是眼花缭乱。疯狂大采购吧，要什么就尽管拿吧。我该买什么呢？哦，鸡肉。哇哦，它好像男神一样哎。很可口的样子哎。还要买什么？或许我也可以变成他那样。他可以，我就可以，没那么难的，对吧？多吃鸡肉就可以了吧？肉在这边。立马感觉变强壮了。看看。
看我拿了什么，好多棒棒糖哦。我们走吧，我们想要买这些，谢谢。好吧，你们拿了什么？一堆棒棒糖和一些鸡肉，总共是100块，谢谢。等等，多少？赶快付给他吧。钞票拿出来就对了，伙计。我就这一张，给我看看，够用吗？这是在开玩笑吧？麻烦棒棒糖还给我，鸡肉也是，统统给我。有什么不对的吗？这个给你。等等，就这样？不会啦，他等一下就会全部给我们了，那是不可能的事。我觉得好像该走了。我讨厌这份工作，我有个梦想，伟大的梦想。换你了，记得舔一口然后还给我。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们需要奇迹。等等，你看，这是给你们的啊，让我瞧瞧，就是他了。我们一定会走红的。上车吧，我会让你们变成大明星的。太棒了，先生。哇呵，好莱坞，我们来了，我们一定会又红又有钱的。我可要收10%了。没什么比刚出炉的派更香的了。啊，有颗蛋，哇哦，我的派啊，好不这是在开玩笑吗？我辛辛苦苦烤的派现在变得一团糟。哦不，赶快露娜，快想办法，首先要换个衣服。来看看哦，牛仔裤真的很百搭，不是吗？只要跳脱牛仔布的框架去思考，差不多可以了。只要把皮带穿过去就可以了，绕过背后，然后把它扣起来，长度刚刚好，看到了吗？非常棒，我知道。David， 哎 ，Luna， 你看起来很赞呢，那是新衣服吗？哇哦，还有你的鞋子，哇哦。快进来吧，今天要谈美丽的东西，就从这个开始吧，你来试试看。啊哈，就一条线是吧？好的，没问题，完成。哇，他是怎么做到的啊？ Luna， 可是怎么画的啊？好吧，就不过画些花对吧？等等，什么鬼，还要画日出啊？大家懂了吗？快点画吧！我很努力了，好吗？哦，讨厌，得好好混合一下才行。哦不，我最爱的白色 T 恤。好，深呼吸，挑战自己的创意，就从这个污渍开始吧。看清楚哦，用小块的胶带围住污渍，围成一个心形，然后用白色的颜料填满它。看起来不错呢，再见喽，污渍，真是美丽，可以换红色了，不过是要涂在嘴唇上，好漂亮哦，嗯，再来个几个吻，整个星星都要，最后的成品就是这个了，很酷对吧？这就是所谓的幸运意外，真的好多了。老师，是的，那件 T 恤真是太棒了，做得好，创意十足，而且非常可爱，这个就不需要了，超赞的。好了，快完成了，但那颗球怎么办？要让它更符合派对主题才行，准备好了吗？快跟我的自制迪斯可球打招呼吧。光线可以使它闪闪发光，看看所有这些有趣的颜色，感觉好像整个房间都在跳舞呢。现在轮到杯子了，每位朋友都需要一个，大家都有自己专属的杯子，来喝汽水吧，泡泡超多的，有比这个派对饮料更好的东西吗？搞定，可以了，那我不客气了。
我需要休息一下。哦不，我的马克笔！天哪，我真是笨手笨脚。啊，连后面都有笔迹，真是一场灾难。还这么刚巧在大派对前发生，我是有剩下一些铝箔纸了。好啊，赶快救救这条牛仔裤吧。首先，我们需要大量的白色颜料，用画笔把它涂在牛仔裤上，记得要遮住任何不想要的污渍，但也请记得要涂满空白的地方，看起来不错哦。可以开始第二个阶段喽，非常好。在它干掉之前，将一大张铝箔纸放在上面，然后用熨斗烫一下。稍微冷却之后，把铝箔纸撕开，别忘记另一只腿哦。撕东西实在很令人满足啊。裤子的下半截也可以弄，瞧，很酷对吧？这是谁的新牛仔裤啊？看看它亮晶晶的样子，比以前都还要酷呢。汽水的污渍都不见了，真是金属魔法，超级可爱的。现在我准备好去参加派对了。别担心，我当然也没有忘记后面哦。不论你从哪个角度看，都闪闪发亮，完美无瑕。哦，第一位客人到了，这些都是上一季的了。真的有够丑的。嘿，大家好，那件毛衣有多旧啊？跟我来吧。看到这颜料了吗？他的小旅行即将展开咯，水管速递来咯，肯定很经典。任务完成，没错，来吧。天哪，发生什么事了？那是颜料吗？是啊，要不然嘞？我最爱的毛衣。哦，这些衣服是干净的吗？或许我可以用哦。哇哦，刚刚好合身呢。哇哦，嘿，那不是我的吗？另外那件是我的。哈，你想得太美了吧？你偷了我的裙子，给我。嘿，谢谢，再见了。好讨厌，他们真的很坏哎。这真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一天了，我永远也不可能变漂亮和受欢迎。或许我可以想想办法。这些会有用吗？不管了，试试无妨嘛。好啊，开始吧。画没有错吧？感觉很不错哦。我敢打赌，看起来肯定也不错。最后来个红唇，怎么样啊？好不，我做了什么好事啊？我犯了一个大错误，今天就注定要那么倒霉吗？至少有一件好事在等我。开动了。嗯，啊，保鲜膜。其实，或许我可以用这个。耶，保鲜膜来救命了！我想要一张完美的脸，那不如用这个吧。开始吧。嗯，上妆喽。现在来修容，颧骨的部分要加强，来吧。太棒了！现在来点粉红色。感觉真好，眼线当然不能忘，真是不容易。来亲一个吧。嗯，要先暖身。嘴唇准备好了吗？嗯，啊，我觉得自己像个新女人一样。各位小心，我来了。好，天哪，我的窗帘真是倒霉啊。但说不定是件好事哦，可以升级我这身装扮了。
这样才对嘛！真等不及和闺蜜分享呢，独一无二量身设计，这就是颠覆创意的力量。学学技巧吧，自己做起来一点也不难，是不是很可爱啊？谁需要窗帘啊？这个用途好多了，而且是我最喜欢的颜色。我们走吧。哦，不错啊。Hey, Mickey, 快点啦，你得要准备好啊。我在准备了啦，我在选完美造型啊。我能看出哪个眉形最棒。哎，就是这个，把它给画上去就好了。然后呢，来点眼影。不错呢，越简单就越有型啊。色真美，画眼线喽。哦，不错呢。再一点点，还有部分得要完成啊。脸颊该怎么做呢？这可爱啊。手得稳一点。接着呢，啊，口红。这个颜色超棒的，真该早点用的。好喽，好，我准备好了，你觉得怎么样呢？你的脸也太好笑了吧，反正我喜欢。真抱歉，很好，他走了，动作自然点，该我喽。嘿，这要怎么用啊？啊，是在闹吗？我才不要胡子啦，我整个变伐木工了我。哇哦，有够厉害的。瞧。嘘。嗨，想一起玩吗？他在跟我们说话吗？走吧。我们可以进去。快点。啊，真没礼貌。嘘，我只想表现友好啊。他们在里面干嘛啊？都好一阵子了耶，或许能够听到点什么。哦，我超爱这部分的，抓紧啦。啊，他们是被冲掉了吗？曼蒂 ，Mickey， 他们人嘞？啊，那什么啊？这我从来没看过哎。如果我暗暗看呢？不够漂亮。真讨厌！哎，等等，哇哦，我有了耶！该来大改造一下啦。先拿掉眼镜，洗把脸。哇哦，这个湿巾有够赞的啦！接着呢，来加重眉毛，会看起来更浓、更自然，看起来真棒。接着呢，来点眼影，来点微妙的颜色。假睫毛可以让睫毛更分明啊！再来点妆，脸颊跟鼻子来点遮瑕膏，这个美妆蛋可以更有效地把它给混开哦。最后呢，再用腮红来修饰，可不能忘了嘴唇。再说一次，要轻盈自然的妆。这对耳环可以增加点魅力，把头发披着，哎，不错啊，自吹一下吧。再试一次吧，希望有用啊！哇哦，请进！我就知道，希望不要弄坏我的头发。超赞的派对耶，珍妮佛！哇哦，拍张照吧。嘿，珍。啊，好冷啊！这外面又湿又冷的。哦不，我的头发超乱的。我有办法哦，用吹风机稍微吹一下就行了，感觉已经好多了。好了，看起来可以了。哈，那是什么东东啊？别翘起来了。哦，很烦哎。嗯，我可以怎么办呢？啊哈，可以上卷子。哇哦，不太行哎。看来这是我的新造型了。除非……不行啦，这个主意不太好。肯定有办法可以解决的。
这一颗芦荟可能有用哦，这肯定行得通。把芦荟汁挤在睫毛刷上，不需要太多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用它来梳头发，芦荟就好像发膜一样，可以把头发固定好，来把头发塑造成波浪图形。另外一边也一样哦。哇哦，看起来真棒，超时尚的。这招要记住，下次还可以用哦。这新梳子超神奇的，让我的头发超光滑的，瞧这波浪。很棒吧，超神奇的，赞呢，准备好迎接这一天了。哦， Annie 的头发超美，真想要一样的头发。他走了，让我试试他的梳子。哦，跟我预期的不一样。快把它拿掉！讨厌哎，人家也想像那样。等等，我有个点子啦，这一定有效。先把上层头发往后拨，确保它很牢固。好哦，完成，把它放一边，然后把剩下的绑起来，像上半部那样，让它整洁牢固。完成，接着下一步，用上层头发盖住下半部的发圈，马尾就整齐美丽了，看起来就像一束马尾。再试一次 Annie 的梳子，打造光滑美发。哇， Ava， 你头发超美耶！谢喽 Annie， 又美又光滑，跟你的一样，做得好哎 Ava。 他肯定偷用我的梳子，把这题写完就来吃午餐。哇哇哇， Annie 看起来超正。哇， Annie， 你头发好卷哦，谢啦，想试试新发型吗？哦，给你的头发超正。哎，你这造型真适合你，少来少拍马屁了。我的头发总是又直又无趣。嘿，或许这支笔能帮点忙哦，把头发绕一绕。等一下，当当，哦，没效，真令人沮丧。最好继续读书了。好哦，来写个笔记。可恶，笔坏了，让我吹吹应该就行。好，嘿，可以跟你借支笔吗？哦，抱歉，我只有这支。 Ava， 可以跟你借支笔吗？哦，你怎么了？我受够了我的蠢直发。是吗？我可以帮你用个卷发哦。瞧，首先拿一部分头发绕住我的两根手指，把尾端穿过去，接着滑下去，让它收紧。哦，好像很简单，等不及看成果了。助手，先别拉，得等至少一分钟。好吧，我计个时哦。好哦，解开吧。哇，超卷的耶！终于能有一头卷发了。 Ava， 这造型很适合你哦。谢谢 Annie， 多亏有你。不客气 Ava， 继续来料吧。等等，他人嘞？哦，这是在闹吧。我就知道他的头发还不是靠我来的，该变回直发喽。啊，这些卷发哪来的？这些卷波浪和卷发。变直啊，蠢头发。这离子夹有用吗？好像不热哎。来试试看。什么？
一点也不热。难怪我头发没变直。哦嘿，是芦荟耶，我有了。只需要一根芦荟叶，把尾端剪掉，小心对半割开。小心慢慢来，别割到自己。好哦，割到尾端了，把它分开。需要再用一下刀子，沿着茎一路小块的割，但小心不要割破它。完成，现在两半都割好了，可以用了。这两片芦荟叶可以拿来当梨子夹，夹好，缓缓滑到发尾。哇，超多芦荟胶，对修护烫损法也很棒，秀发飞扬。哦，竟然撞到头了。好哦，再试一次。秀发飞扬，干了后就变超直了，这才对嘛，蠢梨子夹，谁需要你呢？有芦荟效果就够咯。朋友们大家好，来帮你弄个新发型吧，脑米。哦，头好晕哎。头发扭好以后就可以弄成一个发髻，好了，你可以停了。现在用夹子固定它，好了，简单又快速，而且超美的。最讨厌打扫了，为什么到处都是灰尘呢？永远擦不完。擦地板肯定有比较简单的方法吧？到处都是头发，烦呢。一头长发真麻烦，连自己在干嘛都看不清楚。我需要请个佣人，或是买个打扫机器人。哦，嘿，还给我！别咬住我的头发，放开！好了，实在是够了，我得想想办法才行。哦，剪刀，正好需要它，是你自找的。等等，或许我不该那么冲动，可以用这些橡皮筋啊。这个主意比较好。把前面的头发抓两撮出来，然后在下巴下方绑在一起，像这样。还需要一根橡皮筋，然后把这一撮分开两半，把它和旁边的头发绑在一起，这次要绑在比刚刚低的位置，看起来不错哦。另外一边也一样，这样可以做出格子的效果。终于知道如果我有胡子会是什么样子了。好了，快完成了，下面还要再绑一个，记得要绑紧绑好。还好有了这个点子，没把头发剪了。不过还有一个步骤，要把这一整个翻到头后面。哇哦，完美！现在就不会到处都是头发了，可以继续打扫了。头发令人又爱又恨的。它又美又丑，但不论你喜不喜欢自己的头发，总是有些可以试试的有趣实验。数一百下，头发肯定光亮。这是头发吗？Annie， 你的头发掉的都是。天哪，只是头发，不然嘞，不梳它吗？我的喉咙卡住了。哦，抱歉。Annie， 都是你啦！他竟然就这样跑了，很恶心哎！快上完这些发卷了，最后一个卷好了，完成，效果一定会很棒。该睡觉喽，等不及看看早上的卷发了，来睡吧。哎呦，很不舒服哎，好吧。侧身睡就是，应该行。一点用也没。好哦，这边应该行。滚开，发卷！只不过想一觉醒来有个卷发。可恶哎，算了，决定把发卷都拿掉。看来注定只能留直发，真讨厌。等等，我有个点子了，
好哦，首先把头发卷起来，然后像这样盘在头上，把它固定好。好哦，干净牢固。耶，目前还不错。好哦，换卷另一边的头发，然后把它盘上另一边，夹起来，完成。赞呢，可以好好睡咯。哼，舒服多了。侧身睡也很舒服。晚安咯。嗯，睡得真舒服。对了，我的头发，把它拆掉看看效果吧。好哦，稍微甩一甩。瞧，超有效哎！看这波浪和卷度，这比发卷简单多了。超棒的，今天发型超美的，耶！向右边弯，向左边弯，头发一直用到脸上。向下弯，头发卡满脏东西了，真恶，得洗个澡才行。锻炼进度都落后了。哼，什么鬼？那家伙竟然就这样踩过我头发。哦，哦，似乎 Annie 又有头发问题了。嘘，嘿 ，Annie， 我有个办法哦。像这样扎起来，超可爱的。但要怎么做呢？可以教我吗？拜托。当然，把头发顺到后面，像这样分出一小区。他在后面做了什么呀？然后像这样绑回去，再一次让它牢固。好喽，把它顺一顺，稍微拉紧，这样就好了。我的天哪，谢谢你 Eva。 耶，头发不会再乱跑了。准备好试试了吗？应该行哦。看我头发不碰地的往下弯。哇，谢谢 Eva， 来运动吧。可真是光彩夺目啊，这造型肯定超杀的。但男的留在最后，怎么一提眼线笔这么难涂啊？哦，我无法。艾莎，干嘛啦？哦，一台眼线笔问题啊！放心，看我，立刻解决。别眨眼啊！哦哦，鼻子真痒。艾莎，我以为要打喷嚏，没事。好哦。啊啾！呀，是什么引起的？真怪啊！你这竟然有花！咦，糟糕，我得吃过敏药，这样才能停止喷嚏。感觉起来好多了，现在看着我，我的手这次没这么稳了。转一下哦，完成，效果超棒的，我拿一下这，我有点怕，啊，我得把这弄掉，我的卸妆乳嘞，这最好有用，好哦，啊。我终于又是我了，但还是得化个妆。艾莎的药，我不客气了。只需要一根塑胶线，一滴胶水和炖木棍。好哎，出门炫一炫吧。记得等它干呢。现在可以来喽，把所有颜色涂上去。干掉前往眼睛压，那，哇哦，完美眼线，自己把里面涂满，
Hello， 美人，我从没那么傻过。哇吼！有些女孩能快速打扮好，这些都没用。啊！这怎么回事啊？斯凯，我完全没有衣服可以穿。但我们要迟到了，快点！等等，我脸处理一下。好哦。哇哦，这也太糟了！我的妆都毁了。这是演哪出啊？我的妆都毁了，都是他的错。哼！哦，他对我意见超多的。别惊慌，我帮你，别动啊。不知道能不能修，但或许这三个有用。来吧，坐好啊，不会有问题的。一支烟熏眼妆完成。赞哦，再混一混。夹一下睫毛，涂个睫毛膏，真美，配个柔软嘴唇，嘟嘴哦，这粉色超美的。迷你，想看成品吗？你会喜欢的。哦，哇哦，竟然没眼影也能那么酷哎！快画完喽！好了，接下来呢？哦，该来弄弄头发，卷发看起来不错哦。要稍等一下，应该可以了。什么？怎么不卷呢？怎么没用啊？我不懂哎。这电线是你咬的吗？为什么？这不可能修得好了。为什么总是发生这样的事？永远都不可能有卷发了。你没事吧，宝贝？亲爱的，怎么了？我的卷发器坏了，你看。或许有其他办法，我只需要这把梳子就行了。什么？妈，我要卷发了。首先要抓一撮头发，然后把头发包裹在把柄上，好好用力拉紧。需要加热，所以我们会用吹风机，然后把头发放下就行了。哦，真的假的？继续啊，妈妈。轻松又简单，而且超适合你的。最后一撮喽！好了，大功告成，喜欢吗？太完美了，谢谢妈。别客气，亲爱的，好好玩呢。天哪，我最爱冰淇淋了。我也是，真好吃。我的天哪！什么？怎么了？你在看什么？哦。哦，哇哦！你看他，他在走路呢，怎么回事啊？哪来的风那么大？嘿，你好，满脸都是我的头发啦！啊，很恶哎，我的冰淇淋上面都是头发，恶哎，我的头发上也都是冰淇淋啦。闺蜜，什么？哦哦，真对不起。我的冰淇淋全都是你的头发，超级无敌恶，恶啦！不要还给我啦！我现在完全没胃口吃冰淇淋了，或许以后也是。至少那个帅哥还在那边，可是我的头发乱成一团，该怎么办呢？嘿，听着，冷静一点，让我帮你吧。你看，噔噔，只要用这个，头发就会乖乖的了。哇，没想到你随身带着这个，谢喽。现在要用这块布来拯救我的造型了，先把它放在后面头发的下面，绑一个结之后把它拉紧，
一直把它拉到头发尾部，差不多到底的时候就把它从里面往上拉，然后在头顶绑一个蝴蝶结，要绑好绑紧，这样头发才不会乱掉。好了，完美的蝴蝶结，这样就不会被风吹得披头散发了。哦，它来了。哦嘿，不会吧，它在跟我招手哎，嗨。嘿，兄弟，你看这个。好吧，看来他比较喜欢他的兄弟。别难过啦，至少你看起来很可爱。不论你是长发还是短发，都需要照顾头发。但哪种发型比较好，自己决定吧。嗨，稍微修一下就好。嗯哼，这能让衣服不会沾到头发。哦，好哦，坐好，放松就行。看起来超大哎，稍微而已哦。嗯，这光是怎么回事？我的宝贝头发，真美啊！嗯，哈哈哈哈，喜欢马尾吗？小姐，你还好吗？我不行啊，女孩和她们的长发啊，真素净。你的骨头架构真美，很适合菱角感。哦，真的很有画面。准备好了吗？喜欢吗？我超喜欢呢。不用找了，我得去好好炫耀一下。早安 Joy， 怎么回事？哈，我的头发。嗨，艾尔莎。哦，早安。好哦，大家今天怎么了呀？天哪，我满脸都是痘痘，怎么办？这要怎么遮啊？真的有这么惨吗？真的不太妙。我知道该怎么办了，这有用吗？有了，用帽衫巧妙盖住，这应该行哦。或者无法，只好一辈子不出门了。除非还有个方法能试试。首先把头发分出来，这应该够厚，别担心，暂时的而已。绑得又紧又好哦，把上面头发松一松，翻过去，让头发看起来像刘海那样。最后拿出发带，耶！都忘了数学课本，拿好喽！哈，怎么总这样？快出来呀！Julie。这新刘海真美呢，你自己剪的吗？抱歉，我先去教室喽。好奇我的头发行吗？可以变身模特儿呢，反正也该大改造了，或许可以自己动手剪哦。不会多难吧？把头发收拢，剪剪剪，等等，啊！我做了什么？毁了啦！幸好今天有戴帽子，得再去买个石顶。啊，这澡真棒，帅哟！那啥呀？超长头发，
分一下没差啦。来吧，有什么不同吗？大概得多喷一点，这应该行。糟糕，没想到那么多头发啊。哈哈哈，偷拿我的喷雾哈。凯特，怎么办啊？找个发型师，我就干脆这样。水帮你热好了，弄干这头发超久。希望这早能醒神。那是烧我的，凯特头发掉得比狗还多哎。凯特，你没把排水孔清空，真没礼貌。好哦，我可以的。天哪！怎么还没结束啊？别吐啊，别吐啊！天哪，好大一把！下面是有长发公主吧？这应该是最后了吧？怎么卡住了？讨厌呢！出来啊！预备，拉！哇！瞧那堆，明天肯定会很痛。天哪，超像动物的！等等，它在动哎！回来啊！好喽，刚刚好，我们一起吃吧。很像，很好吃。超棒的！啊，好像怪怪的。那是头发吗？要噎死我啦！超恶心的！糟糕，我头发不小心跑进去了，这很荒谬哎，安妮。有看到吗？抱歉，意外嘛。拿开！我都反胃了。好像我喉咙里也有。不！有东西卡住了！救命！我噎着了！我来救你，汤姆斯！天哪，别死啊！哇！瞧那东西飞呀！不！天哪，这发球停不了哎！哈？完美一击，安妮，抱歉，我差点挂了耶。真抱歉，这应该能让你好一点。原谅我吧，我是能原谅你啦，我就爱巧克力。这触感超新鲜的，但等等。如果这是头发做的呢？不，我才不要！是又要跑进我嘴里了吗？你很戏剧化耶！这猫咪贴图超棒的，希望凯特喜欢玫瑰。上场了。那谁呀？2:40了，我还没换装哎！天哪！Hello， 凯特，你真美。这给我的？是啊，谢了，我超爱玫瑰。但我得准备了，我是能等啦，应该很快吧。好哦，别惊慌。哪个先？先吹头发喽。真希望有超强风模式。天哪！我真的超饿的。我还有时间吧？不，别啊！讨厌。谢
谢喽，这能让我先撑一下。那是我吗？得梳开这些结。哎呦，这是在闹吧？又一天了，真该带个日历的。花都要枯萎了，就像我们的爱情。好哦，右边完成了。希望我有精力梳左边。我不想再读这个啦。没事，干嘛喜欢长发女孩呢？我头发超美的吧？又柔顺又干爽。该去找托马斯了。嗯，我好了。托马斯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会？大概去不了晚餐了。嗯，通通都死光了。抱歉啊，真完美，该出发了。糟糕，这屋子真大片，可不能穿它，整个都毁了。讨厌，怎么总这样？天哪，讨厌！哼，好哦。想打棒球吗？不，没用，都打结了。哼，我帮不了你。可恶哎！讨厌的强韧头发，没得选了。想去？怎么回事？来帮你吧，多只手好解决。好多了，你超棒的。要走了吗？快点啊。真热啊。哦，天哪，真讨厌这样。托马斯能帮忙吗？你头发很麻烦哎，好多了。啊，那是我的头发哎。干嘛？你要我解决的？哼，糟糕。啊哈，我妈找我。真不敢相信。没事的，没法。非常时刻，只好使出非常手段。但愿有用。粘住了吧？哦，不，完全没用啊！这可真令人犯困，读不下去了。来点小零食吧，这些应该行。嗯，来点有趣的吧。哦耶！咚！哎呦！哈哈，这泡泡也太蠢。你很不会耶。哦，你有比较行吗？给我一个，看好啊。凯特做得不错哟。哦天哪！惊艳了吧？这算啥？我更强，越来越大了，我失控了。耶，哈！哦，宣战喽！哦哦，你怎么做的？这么快？会换气过度的，要失控了呀！快好喽！天哪，本来超赞，现在粘的我头发都是。哈哈，你输了。哦，早该想到的。哼，这影片超爆笑。天哪，洗完澡真棒，
挺湿的，看好哦！哇，都干了！我想试试，我头发也超湿的。我头发太长了啦，真不该做这个建水区的。水也太多。哦，抱歉。需要这个吗？幸好它用来吹发很快。好哦，我得来忙喽。等待时梳个头发吧，再几分钟就好。希望我们没错过巴士。还在吹呀，好像没什么差啊。要好了吗，凯莉？当然还没。长发要干很花时间嘛。超多时间。新的一天，该来个有趣新发型。今天头发也太美，Hello， 美发。今天就再次披发吧。今天变化马尾真可爱，又直又顺呐。辫子最棒了，每天都一样的发型。这丸子头超好看。算了，好看就好，何必乱来？凯莉也太多发型能变换了，短发就限制多了，很美吧？真想做点有趣编发，哈？和乔伊的约会，但我好平淡哦。来点发型喷雾改造一下，整个是便利发型魔法，都感觉发量丰盈了，很适合短发吧？哇，外面是刮龙卷风啊，看不到啊！真高兴你来了，朱莉。耶，真有趣。他会喜欢这发型吗？我马上回来。啊，是我口气的问题吗？没时间处理头发吗？快速马尾就能简单解决了。那这些是怎样？该使出小夹子喽。看起来好多了，可以看清我的脸了。是啊，就是这样。不吃午餐真是烂点子。继续说，我有在听。对呀。等等，我把头发切断了，我再打给你。我的宝贝头发，朱莉，这些夹子怎么回事？头发毛躁嘛。你好像漏了一根，在这里。怎么没看到呢？得全部重来了啦。我不想念书。兄弟咋的？这周末溜冰对吧？享受奇观的帅哥。你看看。他们视线离不开我哎。你们在讲什么？不。喂。他挂了。不。帅哥，去哪了？你怎么下得了手啊？那是意外，保证是这样。我没有想吓到你。这日子终于到来，包裹现在应该到了。我还有地方要去。我受不了这样等。有人在吗？到了，真不敢相信。嘿，有你的包裹。你只要做一件事，最底下签名。哦，呆，
需要笔吗？我这个用的不太好。稳住。稍等我一下。哦，时间宝贵啊，小姐。不，你跟谁俩呢？抱歉，我要是握得住这蠢东西。耶，好了。感谢主哎，谢谢。我薪水应该多领一点的。这称得上人名吗？我不能拿这回办公室，我会变成笑柄的。我不干了。咦，好了，指甲，重大时刻准备好没？谁需要刀片呢？我进去了。哇哈，它很美吧？再会喽，长指甲。Hello， 恐怖玩具，这是独角兽先生。垃圾，还有什么好看的？哎，你，是的，就是你。你的头发既悲催又难看嘛，就像这样。哎，真丢脸。嗯，就是这样。想要个时髦新发型吗？你需要的是迷你造型机，超时尚、超有型、超现代。哇哦！这个就是美发魔杖了，什么类型的头发都行啊，保证你的头发超有型的，你自己试试看。哦，好哦，瞧瞧这个，这什么啊，妈咪？超赞的啦，再也没有乱发问题喽。啊，超赞嘞，而且用法超简单的。我怎么到现在才遇到你呢？绝对是你的个人发型师，快买了，妈咪。但还有呢，为头发加点光泽。哎，效果强吧？立即致电，千万别错过啊！哇，我整个变模特了。怎么回事啊？快进来，别动。他们都爱我，谁说的？哦，嗨，他们还没看到正戏呢。相信我，就我来。你确定吗？或许你可以用这个。啊，我真美。那好哦，可以再来点口红啊。嗯啊，真美，看我上场了，滚开啦！嗨，哇哦，我不太懂哎，这位是在闹场吗？真困惑啊。否决，这我也不行。但我得赶快离开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这边了。哦，天哪，这什么啊？眼镜？我才不需要眼镜呢。有了，你试试看这个。拜啦，还真怪。哦，给我。嘿，啊，我真糟，怎么会这样啦？有够丢脸的，得把它给拿掉。好多了，再来好好的处理一下。现在我能看清楚了，换另外一只眼睛了。这只眼睛超明灿的，这才像话吧？什么？刚刚只是练习了。哇哦，他超赞的耶！冷静点，我们有冠军喽！我就知道。每个女孩都很爱缤纷灿亮的哦，特别是脸上，这超神奇的，对吧？准备好，我们要教你怎么做。派对装饰完成，已经很有气氛了呢。哦，
派对怎么能够少了气球啊？嗯，你这是在干嘛？哦，吃指甲。Hello， 真是个好机会。嘿，我在用哎。你开心了吧？我的指甲都毁了啦。哦，真糟。但其实挺不错的。哦，嗯，差不多。真可怕。把它们剪光好了。我动手了，这不会痛的。哇哦，耶！快好了，要完成了。这还真累哎，看起来真棒哎。哇哦，我有了，瞧见这个气球了吗？用指甲油来画个几笔吧，把指甲尖给粘进去，然后整个指甲都进去，完美。完成后，就该来固色喽。瞧，这是一个直线，完成了。瞧，哇哦，合作的效果最棒了，超级经典呢。是客人，快躲起来！哦，天哪，我超糟的。哈，这发型可真美呢。我也能做出这卷发吗？试试看就知道喽。来喽。一次一股法，嗯，还挺简单的。但是到底该放多久呢？好啊，我还撑着。耶、yeah? ！嘿，女孩，你在干嘛？你是在做吐司吗？你电脑冻住了啦！我来，别担心。你的头发都在掌握中。怎么了？整个冻住了。闻起来烟还挺重的，跟我怀疑的一样，会长回来的。安啦，这啥？哦，是奶奶。嘿，奶奶，你头发上这些袜子是什么？在卷头发了？没热烫，只要普通旧袜子就行喽。看好啊，女孩。我怎么从来不知道呢？真怪。你等等就知道了，真棒！奶奶，我爱你。嗯，至少值得试试。你要去哪儿呢？来试试奶奶的老招。好啊，温柔点呢、哦，不加热就不会烧起来。整个卷上去，把袜子打成结，这样就行喽。袜子放心用，感觉挺怪的。接着就等着了。哈，早上了，来看看卷度了。好了，我好了，这肯定会很经典的，目前还不错哦。哇哦 ，Hello， 卷发。这妙招真的超强哎！天哪，奶奶是对的，又卷又 Q， 瞧，奶奶啊，你试了袜子卷技巧啊？这是你吗？你啥时去染的头发？她的发型超酷的，